想吃几成熟的？陆晋，来啦！坐。什么意思？吃一顿普通的饭吗？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坐啊。 哟，顾主厨来晚了，是在后厨烧菜吗？不好意思啊。顾主厨今天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请顾主厨来吃饭，坐这儿。哎哎，坐在主位，位置给你留好了，坐这儿吧。好，坐。我坐那儿吧，你们好聊事儿。 陆军跟我说吃了便饭，不知道这么多人。啊？哎，子谦，我看了一下财务报表，好像这两个月的盈利比往年同期都要增长了不少。啊，是，我是又到了旅游季，入住率提高了很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更换了新的主厨，在菜品上获得很多 APP 的赞赏，所以餐饮部分的收入也提高了。看来，有顾主厨的功劳。 没有，我就是做做饭而已。你太客气了，你的成绩还是永不过足的。啊，虽然之前有一些小的风波，但我们郑董还是赏罚分明的，该惩罚的惩罚，该表扬的也不会吝啬表扬，所以今天就特意请你来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敬我们郑董一杯？哦，是。 郑董，之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，现在都风平浪静了。我在这儿祝您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每天都很开心。您随意就好。啊，在顾主厨身上，让我看到了年轻人蓬勃的朝气和棱角，我喜欢这样的个性。不过，作为行政主厨。 身上的管理职责更为重要。如果你只是做菜业务突出，大可成为一名普通厨师。所以在这个岗位上，谨言慎行，爱惜自己的羽毛，更能赢得大家对你的尊重。啊，盛楠，坐下，别站着。顾主厨啊，郑董啊，这两天身体不是很舒服，这杯我替他们。 你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李总真是好酒量啊！今天大家这么高兴，对顾主厨的厨艺也津津乐道，那就不如让他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你们看如何呀？是啊，吃过顾主厨的菜，但现场看还是第一次，有幸有幸。来，你来到这儿展示一下。 来呀！好，可以。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吧。但是我铁板烧这是第一次，试试看吧。所以大家就稍微将就一下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弄脏衣服了该。把你那围裙解下来，给他系上。 未来的合作是共赢的事业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是成熟而值得信赖的。也希望大家能拿出自己的专业水平，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好的，合作愉快。哎，这个牛肉是不是好了？顾主厨，麻烦您帮我们大家分一下好吗？不需要分了。 林曼，你不是也在法国蓝带进修过吗？露一手了，来。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，
李总的身份不合适。什么？李总的身份不合适做这种事。哦，明白了。我也很热爱厨艺，我给大家露一手。我来，我来，给我，我来，好，一起。好久没做菜了，想吃几成熟的？还想吃什么呀？肉想怎么分啊？盛楠。